Hello，大家好，我是启聪。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新闻，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这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刚刚在国会做了一个宣布，就是说在今年2021年首九个月，就是1月到九月九个月里面，总共有1032亿外资资金流出去啊，就是说我们马来西亚总共在这九个月里面，1032亿资金外流，流去外国，这些钱从马来西亚离开了，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平时啊，我们孩子，我们学生的成绩啊，要怎样知道进步还是退步啊？考试分数越高的话，就是进步咯，考试分数低的话，就是退步咯。马来西亚的经济。要想看进步还是退步？你越来越多钱进来的话，就是进步咯，你越来越多钱流出去的话，就是退步咯。所以这个1032亿流出马来西亚，肯定是退步，而且是很严重的退步。我们来检讨一下了，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资金会外流？OK，你想一下，想都知道了。将心比心，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现在有大把钱，你要把钱带进来马来西亚吗？我问你，OK？我就说我们现在马来西亚是什么毛样啊？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最大的问题，外资不敢进来马来西亚，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政治不稳定啊！政治怎样个不稳定法？我跟你讲，马来西亚3年里面换了4个首相啊，不是夸张啊，3年换了4个首相啊，我算给你听啊。2018年年头还是阿基哥做首相吗？是不是？然后后来2009的时候就换成马爹做首相吗？然后2020年喜莱登事件就换了穆伊丁做首相吗？然后今年8月又到了这个沙布里做首相吗？所以2018年到2021年3年时间换4个首相，是不是？没有夸张。你站在外国人的眼里，他根本都不管你们的政治是怎样演变，他只知道你3年换了4个首相，谁敢进来？外国人的解读就是你马来西亚的政局现在非常的乱我投资进来的话，我的钱会被丢进海，然后你们突然间来一个内战的话，我投资钱不是完蛋了所以全部外国现在暂时是解读马来西亚政局很乱，要等到马来西亚的政局稳定了才会再重新回来，这是第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OK，讲完这个最主要因素，我再讲一下其他的因素。OK，我刚才说了，马来西亚这近期以来的毛样，你站在一个外国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回马来西亚，你会选马来西亚吗？你想一下，你这个马来西亚政权。马来西亚政府，那个之前呢、啊，物流的那个公司要限定51%股权要给土著，虽然说这一个政策暂时还没有烧到外国企业只是仅限于本地企业罢了可是呢，外国人不是这样跟你想哦，你今天可以烧到本地企业，明天可以烧到外国企业哦到时候我外资进来投资的话，我还要分51%股权给你留住会怕的，你知道吗？他的情况就好像是我把钱带进来，所有东西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下去投资了，到时候不是讲撤就撤得完了，你知道吗？你最多只是给你撤一部分，那钱已经在这里生根了，你撤不走了，懂吗？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最近那个迪妈酒，那个迪妈酒的事情马来西亚的政府呢，竟然呢可以荒谬到因为一个迪妈酒的名字，还有它的那个 logo，可以闹到满城风雨，要逼到那个商家要改名字，要改头像。虽然到最后是解决了啦，可是这个事情呢，已经闹到全世界去了。马来西亚因为这个事情变成全世界的笑话了，跑不去了。你是外国的话，你看到这个国家宗教如此极端，你敢去吗？所以我就告诉你们，马来西亚最近的这些猫样让这些外国的投资客看到是非常的不敢进来马来西亚的
啊，太多问题了。对于一个外国人，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会怎样想这个马来西亚？OK，第一，你的政局不稳哦，你每天要换政府哦。第二，你这一个国家充满了种族主义，一大堆种族政策在那里插来插去，真的是很夸张啊！哪一天呢，我的钱投资进来啊，我也会被你的种族主义干掉了啊？OK。还有第三点就是，你这个国家充满了宗教主义啊，宗教极端主义啊。等下啊，一言不合又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将我的钱进来投资怎样？OK，你看呐、啊，我点都不讲，我就讲，我们两个酒厂，一个是 Heineken，一个是 Carlsberg，这些两个酒厂都是外国进来投资的。然后啊，回教堂每天都在那边喊要关掉酒厂哦，啊，这样我要不要进来做酒厂啊？啊，还有多一点就是啊，最近那个吉打州又进了那个万支店，OK，所以在马来西亚博彩业也是做不下去了咯。啊，你看一下外国的投资客呢，他来马来西亚投资的话，他会想哦，这个国家很多地雷不能踩哦，啊，博彩业不能，啊，烟酒业啊，烟可以啦，啊，酒业也不能，啊，酒跟赌不能，啊。有宗教的东西不能，有种族的东西又不能啊，很多地雷不能踩哦，哎，这样麻烦，我去隔壁好了啦啊，大把地方可以投资，我为什么一定要去马来西亚啊？OK，我以上举的例子啦，只是冰山一角，我没有办法全部列算出来了啊，我只是说外国投资客看马来西亚的问题主要这三点，一个是政治不稳定，一个是宗教因素，一个是种族因素，跑不去，OK，然后我说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个别事件，而且是比较情绪化的事情。OK，我现在讲一些宏观的东西，是一些硬伤，一些不是因为情绪的因素，是因为本地的结构的因素啊，这些因素啊是硬伤啊，没有办法改变的啊。这些硬伤呢，就是呢，马来西亚。不能吸引外资，一路来最主要的硬伤有两个因素，OK，这两个因素呢，我就以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怎样呢？我告诉你，OK，我们要比上啊，我先告诉你们了。马来西亚其实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很久了啊。什么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马来西亚人的薪水。的收入上到一个中间位置的时候啊，就停掉了，停了很多年，几十年都是停啊，没有的再上去了啊。为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的情况？就两个因素咯。刚才我讲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咯。OK，我先说比上不足，就是当然我们80年代的时候，马来西亚曾经经济起飞，我们从农业大量的过渡去工业。OK，可是到了工业过后啊。是很多工厂是建立起来了，可是呢，我们的工业的那个产业技术啊，并没有升级，并没有升级，一直都停顿在那边啊。你要讲马来西亚有很发达的科技跟工业吗？没有啊。马来西亚工业虽然很多，可是多数是帮那些更先进的国家做一些代工零件罢了。你要说马来西亚有自己很先进的科技、很先进的工业，并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就陷入了这个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那个技术没有得到升级，我们已经停在那边了，所以我们的收入就是停在那边，没有得上了啊。所以我说比上不足，就是比起一些先进国家啊，像美国、英国啊那些先进国家，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产业技术不如人，我们没有办法追上他们那个 level，他们那种赚很多钱的 level 我们追不上啊，所以我们比上不足。OK，比下有余啦，我就告诉你，比下有余就是OK，外国人不来我们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以前来我们马来西亚是贪我们这边的员工便宜吗？我们这边的劳工便宜吗？啊，然后现在呢，马来西亚劳工便宜吗？马来西亚劳工一点都不便宜，OK。你如果要比起其他国家，比如说像柬埔寨、越南、寮国、缅甸、印尼啊这些劳工更加便宜。以前外资不去这些地方，是因为这些地方每天打仗啊，每天内乱，所以政治不稳定，他们不敢去。马来西亚相对稳定，所以来马来西亚。可是呢，现在这些国家已经不打仗了，这些国家现在非常的太平，他们的政局比马来西亚还稳啊。
然后呢，他们的劳工非常的便宜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外资不来马来西亚，外资去这些国家，因为他们的劳工便宜啊。劳工便宜还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更加致命伤的问题，就是劳工的素质。OK， 那些外资来到马来西亚最吐血的一件事情是，我来到你马来西亚，我还没有办法请你们马来西亚人来做劳工啊。啊，你们马来西亚人的做工的 pattern 真的是让那些外国投资客吐血啊！太过仔细的详情我不方便讲啦，不过大家知道就好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做一天做两天工就崩天一天啊，迟到早退，明天爸爸死，后天妈妈死，后大后天公公死啊，全家死到完啊，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哦，爽就来做工，不爽就来做，不要做啊。到时候啊，每一个老板啊，可能啊，三个工作岗位啊，要请五个人来 stand by 三个工作岗位，这种情况时常都有啊，是吗？所以那些老板，你想一下，请马来西亚人是不是请到吐血啊？到最后怎样解决？请外劳啊。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奇怪的一点就是。OK， 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嘛，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嘛。可是中国工厂里面的工人全部都是中国人，道道地地中国人啊，没有外劳啊。可是你看啊，马来西亚啊，工厂里面啊，全部都是外劳，没有马来西亚人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些外国公司也是觉得很奇怪了啊。你们来到马来西亚，千里迢迢来到马来西亚设置工厂。结果呢，你们请的工人你们还要从其他更落后的国家 import 工人进来啊，这样的话你为何不干脆去那直接去那些落后国家做工厂呢，直接在当地请当地人就好了，为什么要来马来西亚啊？所以当然我讲的这个矛盾啊，这些外国商人也是想得到了啊，所以他们的外资就慢慢的撤离马来西亚，他们去那种更落后国家啊，我讲的也对吗？你来马来西亚，你又不可以请到本地人啊，你不会干脆直接搬去外地，请其他更落后国家直接请当地人，啊，所以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啊，在那里跟我们讲，哎呦，我们的外资不见了1000多亿，有什么奇怪？你再这样下去，每天种族集团、宗教集团，然后啊，部长每天在那边闹笑话。你看一下我们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每天是江河日下，再这样下出去的话，你看你的外资会起还是会跌啊？ OK， 好，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拜拜。